玩的地方，唯一不能错过就是力宝乐园。看看后面那个彩虹的颜色，Candy 的颜色就跟我身上的一样。今天就是来到一个城堡，我是 Princess。你是说公主吗？对。正式购物，力宝乐园这种游乐园哈，我们已经就是并驾齐驱。对，每次国小、国中、高中的毕业旅行都来过，每个都已经被我们驾驭的差不多了。对，不是我们不敢玩，真的。所以呢，今天不玩游乐设施，我们来逛 Outlet。没错，今天就说买起来，买起来，买起来，瓦特出钱，阿优花钱 ，Let's go！ 有车，小心啊！想冲进去了。我已经上网先调查过这里了，没错，听说这里好吃好玩又好拍。重点是我才刚进来就看到摩天轮，我又想要情人节的摩天轮了。做每次都跟你，我也不想，所以今天就让我们花钱花起来，买东西买起来，花钱花起来。各位，你们看看这里，这整面墙，就要先去忽略这个人吼，还有现在没车，不是。就是这整面墙啊，那个摩天轮都可以拍照，然后整个缤纷啊，拍起来就很好看。除了这个人，好的，各位，他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，那就让我们出发。吹冷气，豪华的大厅，豪华的大便，让我们享受尊贵的冷气。这里超漂亮的。而且我觉得他很贴心耶，为何？这个服务台，你在楼上逛累了就可以坐在这边等待接驳车接回去。接驳车，接驳子的车，接驳车。哦，肚子好饿，这全都吃了，这里整排。废话，都是吃的。这个是没吃的，逛累了怎么办？会饿死。哦，有咖喱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吃。还有拉面。等一下，我比较好奇，为什么这边还有文具？这连文具都有。那我们要先去哪里？先走再说好了，走吧。对，你问题太多了。一直走一点可以。没错。我才刚进来，我都已经觉得脚酸了，好累了。发电，发电。电发电，没错。哎，真累，一早起床就要为人民服务。没错，我是美女电力公司，美丽的美丽发电。好想去逛那个 ABC Mart。对，我们去逛 ABC Mart。这摩天轮，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再来坐，我们先逛街。看到没有？第二件以上在九折。哎，这音乐不能这样放哎！等，站下去，站下去。哦，最近好想买饼干鞋啊，而且想买黄色的。啊，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在流行上了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还是很漂亮。各位，试穿看看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，你要放地板。我觉得鞋子蛮好的，但人不太行。对。好适合我戴，你可以温柔一点吗？懒得。
有点凉的，很舒服。每次知道门前少脚，到前面门会自动关上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没关吗？你是不希望门关起来？你想门真的会关吧？到最上面都真的是蛮恐怖的，各位。因为我手动，我手动，等我一下。好，我先酝酿一下。刚刚是没关系，是你的错。哇，里面好舒服哦，里面超凉的。你别吵我，等下关不起来。没有，它还没关。它在晃，你的念力好像不小心导致这里有点晃动。对不起。我懂了啦，它那边有开关门的。哦。手还没肿。可恶。继续念力。电力不足，补一下。384公尺，相当于台北10187楼高。为什么你知道？跟明信片写的，有专心的背。而且我告诉你，很少，这是什么？很少摩天轮里面有冷气。有些也有，但是没有那么好的冷气，没有那么大。而且里面这是沙发哎，它可以容纳8个人，而且转一圈要25分钟，快半小时，对，超酷。它里面还有很多装饰。我想到，刚刚外面上面有写，这边可以充电，这边有免费 WiFi。对，还有你上面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只差没有保险套。今天来对了，真的。我觉得力宝欧蕾真的比我想象中的舒服。那里摩天轮看出去的画面超好，整个是俯视的，看得到山，然后还看得到马拉湾，可以看到整个力宝乐园。山海，你有听过吗？靠明白，不起。转身向大海冲去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和阿优拿力宝欧蕾的一个 vlog。对，那这边的推荐数，我觉得是8颗星，1到10分8颗，剩下2分，是因为我有点懒得出门。出门有点累，而且再加上力宝很大，其实你会逛到脚酸。但是我觉得它很贴心的是，到处都有椅子。这很不坏，百货公司什么的真的很少，一直有椅子。而且我们刚刚有一个画面是，我在上厕所，出来外面就有椅子，一堆男生在那边等待。那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们去哪里玩，或是你们我推荐的景点，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那今天的影片结束了，喜欢记得按喜欢。秀之类的吗？去了。